旗队日籍球星大谷翔平在国联冠军赛局六敲出双安，带领道奇队以10-5战胜大都会晋级世界大赛。这将是道奇43年后再次对战洋基。新闻最后带您快来看，更多资讯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中视新闻，我是费雅乔，祝福您平安顺心，有个美好的一天。我们再会。National League Championship.